之前的整理好放在等于是这里哈，你们可以看到，像如何注册，如果你有些步骤 lose 掉的话，自己稍微看一下。那如何删除？上个礼拜有讲过，比如说因为这个免费的账号，它只能够放一个的话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你要删掉，就是说你要产生第二个，那怎么办？有两个方法啦，一个就是你哈注册成会员，那要钱嘛，一个月至少要9.9块哈，大概10块钱美金啦哈。那如果你不花钱，那就是第二种方法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每做一次删掉一个，因为它只有一个免费而已啦哈，它也是不过一个免费已经算是不错了哈，佛心。至少你有这个功能，那怎么样删掉？就是 setting 里面之后的话，有没有？它下方哦，特别是这个下方最下面，你找一下，会有个 delete list app。那删掉之后，那上个礼拜有同学问说，那老师，那我删掉之后，我原来那个怎么办呢？啊，原来你不是在你的随身碟里面还有吗？如果你要再把它传上去，不就好了？那也就是云端上面这个哈，它有点像是暂时存放的一个，帮你转换的一个机制而已啦，它，那你旧的你不要说你丢上去就把它删掉了，你在你随身碟里面随时要产生新的那个 app 应该都没有问题，然后呢删掉的流程大概在这边，所以请各位自己稍微看一下，删完之后记得重新整理啦，因为你没有重新整理，这个画面好像没有出现，你重新整理之后呢，就会又会出现，你又可以怎么 upload ZIP 的 file，那这个 ZIP 的这个 file 实际上就是一个网站压缩之后的结果啊，特别注意哦，里面我特别强调说，里面哈尽量不要放中文档名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哈，里面尽量不要就是 index 的话哈，后面印象中好像用 HTML 好像会比较 OK 一点，不过我印象中好像 HTML 好像也 OK 啊，不过好像上礼拜有同学试了之后发现。有问题，那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你就改成副档名是 HTML 哈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在云端画面上面都有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哈，请各位就是说有问题自己哈再到这上面来看一下，我想这个地方就辅助各位，如果说你有时候记性不太好的话，可以再来看一下。那上个礼拜我们做完之后哈，这边有几个画面，包含就是主要重点哈，第一个就是怎么样，如何做什么呢？做这个里面的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导览列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做下面的叫做什么？就是 list view，list view 应该叫什么？检视清单 ，OK， 两个东西还记得吧？这个上面要先插入一个什么 ？DIV 哦，导览列要先插一个 DIV， 好、哦、啊，不过下面这个不要插 DIV 啦，哈、哦，因为两个常常搞混。好，那就 DIV 里面呢再去设置啊，上面还有文字，怎么样把文字叫出来？上面还有一些小图，怎么样把图放进去？好、哦，另外呢，颜色怎么去变更？哎，还有印象吧？好、哦，如果没有忘记的话，请回头再看我们上个礼拜的影片，都有详细的说明。好、哦、，OK， 那再来就是说底下的 list view， 那 list view 怎么制作？好、哦，我想这个东西都后面都要用到，而且你们的作业里面也都会用到，所以哈、哦，请特别注意。那图的部分，当然你可以插入一个图啦，这个做法跟做网页一模一样。哦，那第一个，第二个重点哈，就是下一页。比如说我今天呢，要如何可以做出什么呢？做出下面这个按钮，按钮部分，好，还没印象。对，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重点，如何做按钮？那按钮的话，它的好处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连接到其他的页面，或者是说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效果，都可以利用哈按钮来做。那按钮怎么做出来的？哈，那另外再来就是上面不是有个 back？哦，怎么样让它做一个 back， 这是第四个重点。那其他东西我想会比较简单一些些啦、哦、那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一些重点提示。那怎么做呢？其实上个礼拜的画面当然有啦，有图有真相，这边有 Netbar 有没有这个地方、哦、然后另外这个每个图的名称有没有那个上面的 icon、哦、你怎么去做设置，这边也都有。那你可以利用这个上面的 icon、啊、稍微去了解。另外呢 ，icon 部分、哦、怎么去加了、哦、然后啊，这是 list view 的画面，怎么去做 list view？ 记得选取之后、哦、把那个什么 data row 改成 list view， 那这样它就会变成一个 list view 的部分。OK， 那大概是这些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要继续看那个就是106的哈、哦，所以请各位也稍微了解一下106。那106的完成画面哈、哦，有哪些东西？实际上呢，这个地方。
我们主要要做出效果，类似像这样好了哈，也是类似。第一个就是说哈，大家就复习一下，上方我希望放一个什么，放一个 list view， 让一般的使用者可以点选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说我底下放个图，这个图上面一样有红点，红点一样可以连接到个别的，所以上面点上面跟点下面是一样的哈。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呢？下方再做一个呢？ 这个叫 navbar， 哎，这个也是做一个复习。啊，当然上面有一个什么呢 ？icon 跟文字，另外颜色你也变更一下啊、哦。当然不一定说用预设的颜色啊、哦。第一个页面大概首页长得像这样子。OK 哈、哦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有了这个 app 的观念之后，你会发现哈、哦，因为我后面需要连接，所以哈、哦，我后面需要几个页面呢？你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总共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 加一个本身的首页，有没有？所以总共会有几个页面呢？总共五个嘛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第一个页面我们可以叫 home， 对不对？第二个页面以后的话呢，这个叫 page 1、page 2、page 3、page 4，或者你当然你要取其他名称也 OK 啦，只要知道说你可以连接的这个页面，好，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切过来之后一样怎么样？可以秀到，比如说我点南寮渔港，南寮渔港要能够秀出来。 那南寮渔港秀出来之后的话，假设说哈，我希望在这边看到几个东西啦。第一个有没有看到 home？ 哎，有一个小小的 home 有没有？第二个的话就是也是一样有个箭头。那这个跟上个礼拜的有什么差别呢？就是在上面哈，它没有任何的文字，有没有？只有小说图嘛。那你点下去，它当然效果也是可以做得出来。那如何把文字拿掉了？其实我觉得这也蛮简单的哈。 啊，当然，其他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在底下看要不要做按钮，然后这个也可以练习一下，比如按下去，它也可以跳到其他的页面等等的。这个效果我想各位可以再多去做一些变化。那怎么做？哦，等一下来看。啊，一样哦。第一个就是说先把那个我们需要的练习档打开来，106，然后把这个哈搬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这个改成 A app，把那个后面名称改一下。OK，第一步就完成了。 第二步的话呢，打开来，那里面这个 default 哦，其实不用了，把它删掉好了哦。特别注意哦，这个 default 一定要在你上传到那个 PhoneGap 的网站的时候，这个 default 记得要删掉，因为之前哈、哦，他没删，好像有同学没删掉，然后传上去就产生错误了，因为它会干扰原来的那个首页哦，所以特别注意这个 default 哦，把它删掉好了哦。好。 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开始来工作了。开始做什么？再把什么 Dreamweaver 打开来，接下来的话就可以什么？架设我们的需要的网站，好啊，就可以开始。OK， 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啊，我们先把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先准备好。那等一下的话，再来看哦，如何做后面的相关的练习哈。